鐵壁氣場嚇。咁啊咁啊，即係身板咧喺個氣場咧。如果我冇咩功夫嘅，咁你就咁拱我一下，咁就拱咗咯。變咗嚟講咧，我而家用緊嘅咧，都係頭先個結構，但係咧用緊嘅咧就同頭先嗰個力嘅方向有少少唔同嚇，即係都係嗰個陀螺嘅結構，但係用力嘅方向。咁而家到你，咁你頭先觀察咗我，應該天資聰明，應該都 OK 噶啦嚇嚇，去。咁啊，再嚟過啦嚇。又好似我俾個示範出嚟啦，再嚟過啦嚇，得唔得？咁啊，即係攞個趣味性嚇，即係咁，我哋有方向去尋找嚇，但係都唔知自己想點乜。